牡羊座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废物。哎，二号，你真的很烂哎！拜托，下次菜鸡不要来雷好不好？哎呦，不要生气了啦！啊，反正我们赢了嘛。网络上本来就会煮到白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是说在场的各位都是废物，包括你。好啦，皮城，皮城，皮城，皮。摩羯座，深谋远虑，计划通。宝贝，我们准备开始吧。宝贝，在开始之前，我有话想跟你。其实我早就计划好。嗨，根据这个地图显示，首先我们比赛跳机的时候，我们就先去这一机场装备。基本上呢，因为我们飞到这边的时候，有防空洞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要从防空洞能蹦到 B 层。这样你懂了吗？嗯，我相信你懂了。那我们就快飞吧。射手座，诚实坦白，爱好自由。宝贝，你在哪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我刚离开了啦。你没有等我。那我们两个现在就坐在一起，就各走各的嘛，自由发展啊。自由发展？你要自由发展是不是？嗯。好，我走。哎，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哎，你回来啦。金牛座，精打细算。我最行。哎，为什么你穿短裤，然后配这个奇怪的西装外套啊？是啦，我喜欢的那件西装裤，明天才有钱买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明天一起买啊？那我这样这一件短裤，我不就少穿一天了吗？你真的很没有金钱概念哎。你有没有用脑袋去思考过啊？就像你要成为 Royal Pass 的会员，你现在花600 UC， 你就可以赚到几千几万的 UC 哎。早点买，晚点买，终究还是要买，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买，不是吗？哦，真的是讲不听哎，气死我！气！巨蟹座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超暖心。Baby， 你有没有缺什么？我帮你捡。Baby， 这冷气有点冷，穿多一点吧。Baby， 你一定口渴了吧？来，怎么办？有脚步声呢，楼下好像有人。Baby， 只要我手上有枪，谁都别想伤害你。我手机剩5%电呢，怎么办？要没电，要没电了。Baby， don't worry， 我就是你的充电器。天蝎座，手段残忍，追求刺激。哎，你干嘛一直开车撞人啊？觉得这样好玩，很爽啊！好玩，真好玩啊！哎，为什么你要捡那么多燃烧瓶啊？因为我喜欢看敌人在地上挣扎，然后死去的样子。怎么了吗？没事，没事。狮子座，霸道指挥家。来，一号，你去左边围墙走到底的地方蹲着。啊，快，在前面一点。不对啦，你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好好，就是那里，蹲好，不要动。然后看着右前方的2楼。二号，你去楼上开着狙击镜掩护大家。啊，快。三号，你过来一下，跟我一起去旁边抢车。抢车？对，快，怎么还没到？人呢？哦，不是一起说要抢车吗？哦，快点，快。哦。慢吞吞。天秤座，姐就是正。哇，是吉利服哎，赶快穿起来，好丑哦！可是它在草丛里很安全哎，真的很丑，还是脱掉好了。可是这衣服很稀有哎，不行啊，这么丑，真的很丑哎。但是好像应该穿着哎，嗯，等下被打怎么办？哦，可是我把它脱掉了，该死的吉利服。双子座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善变。哎，我们这场啊，玩归一点好了，不要那么冲。可是人活着就是要有梦想，冲啊队友，冲啊，冲啊！不要不要先不要冲，等我等我捡一下枪。哎，有空投，有空投，掉空投了，快冲快冲，不要再捡枪了，快冲快冲，不要捡了不要捡了，走！是要冲还是不要冲？双鱼座，想象丰富，浪漫教主。哇哦！救命，谁来救我？别怕，你躲好。我马上就来救你！啊，为什么他要自告奋勇来救我？难道是因为我声音太好听，还是我的衣服太漂亮？啊，死掉了！嗯，我都还不知道他几岁，住哪，做什么工作。美姬啊，你死掉了啦！啊，是你哦？对啊，啊不然嘞？处女座，字典里没有差不多。宝贝，这边下车，待会抢物资，然后记得帮我拿补包。啊，你怎么还在车上？快点下车啦！没有，我这个车要停好。等一下，快一点。我轮胎打针，轮胎打针。不
管车子，要管什么啦？孩子哦，你快点！哦，我快，我已经快停好了，你等我一下下。哎呦，我又踩到油门，啊，刹车！哎呀，下车！哦，好了。哎，宝贝，赶快开枪，快点！我死了啦！哦，死了！你到底是要不要开枪？在我还没完全瞄准到头部之前，开再多枪都是多余的。你这很慢，我都死掉了。你的死我不会让你白白牺牲，我会替你报仇的。你中，水瓶座对爱对恨都分明。机会来了！哎，你撑着啊，你撑着啊，你先进去房间好了，等我一下。死了！哼，敢跟老娘抢装备，厉害！